今天来一些巧克力。下面是巧克力豆。闻着好清香，淡淡的青提的味道，大家可以尝尝，挺好吃的。来尝一个梦龙的新品。上面又有一层这个果酱。
今天的雪糕每个口味都不错，可以尝尝。八次方青提和梦龙欢愉就是很夏天。